归就归，鞠躬如呀，鞠躬如呀，如不兴，如不兴，这里写那个兴啊，相如一，相如一，下如修，下如修，不如见色，不如见色，鞠削削，鞠削削，如有损，如有损。兄弟，有用色，殊德，日日如也。这篇一章呢，是啊，这个老君来请孔圣母呢出国去做大赛，是不是啊？临出山，啊，出世告佛去。当举行敬礼典礼的时阵呢，伊手接住迄个髓玉，这个龟就是髓玉，这就是代表国王，代表诸侯出国出来，所以是龟如君，曲心弯腰，所以伊那亲像讲摕一支龟。咱就感觉讲真重，伊责任足重，就是迄个是轻轻的物件，毋过伊的心中就是讲，我今仔日代表国军来出使这个外国，我的责任足重，所以决心完了，非常恭敬。啊，对这个责任伊非常恭敬，谨慎，亲像能力不足。担当一半，亲像讲哦，我今仔日负着这国军的责任，啊出来会担当一半。所以咱道中的人才嘛，是不是啊？人别个聘请咱出去，伊也宣传，咱有哪会有这款心态？哦，还有这款心理上，还有这款准备。那咁讲，今仔日一班，我是不是有能力？来完成这个任务，吼、哦！这宣传的任务足重的，啊，唔讲宣传简单的是宣传的任务足重，任何一个场所是拢足重，因为要让道亲、要让伊姊妹听甲伊心悦诚服，心会欢喜，啊，心诚心来服从这个道理，有哪不是遐简单？嗯所以咱顶门师傅令咱要去倒去做工课，咱提早三至五日的进前接到命令的时阵，咱就好准备题目，啊，准备了后，咱就温习，温习，搁再温习，温习，搁再温习，使乎咱这块题目来讲会安尼足流利。足顺遂，哦，大家听咧足欢喜啊！安尼到，感觉讲咱的责任完成了吼。所以呢，伊去的时阵，举手手向上，手向上咧举起的时阵，就亲像讲拱手作揖的这个礼貌安尼。哦，手放下的时阵，就亲像这个物件要递给别人要。别人接受安尼吼，所以恭敬谨慎，爱足恭敬足谨慎，战战兢兢，而面面容消肃，哦，严肃，哦，伊感觉讲这个责任足重。我今仔日这个要完成这个责任，我诶规个心拢下落，所以伫举止、举足、行走诶时阵，脚步爱真紧密，哦。真慢慢啊行，哦，唔通行了去互跌倒，爱行了去互跌电去，哦，好亲像依循一条直线一般，人行了安尼弯来弯去。当献礼，哦，当献献典礼完成的时阵，才小有思念的这个容貌，哦，这个。礼貌，这个礼貌去做了后，礼数去做了后，
心内即阵甲伊啊放松住，哦，面色哎感觉讲哎改变，当伊思念的身份，哦，伊内甲外国的本身会变的时阵，显得真欢喜的一份用心，所以咱呢，哦，咱看这个啊，咱们那个学讲咱若拄啊出去，啊，咱交代责任要互咱。哦，咱伫遮担着这责任去，去到位，咱另外一间的工厂，另外一间江苏流行的所在，咱伫遐就定定，唔通人伫讲啊，咱两人啊，咱一个讲一个讲啊，吼，吐吐不作的言语，安尼就不好，哦，安尼就不好，哦，所以就知，是孔子为国君所述，哦，骗君以邻国的礼貌礼用。即用当中拢讲伊即个工课，啊嘛是讲咱日常，咱遐尼只卖收割个田，咱收割个田拢都安尼做吼，啊，即边红红军粮出数有百，等于是一个人代表全国，啊，不但礼中有数，而且礼性无轻。在这个当中呢，出事去你，你去外国，你比这个代志较重要。哦，亲像咱今日来，哦，无经历遐宣传，这个你比咱这个来遮，要做工作较重要。而且你先无情，你莫讲这好朋友啊，我都轻轻讲讲，我完成就好啊，唔通用咱这个你。真理要准备好，先有这个情分。比私人访问当然重要得多，比咱私人去访问交去遐佚佗，无相像的哦。外交使节是吼，能受到友邦特别的礼物，讲起来因素嘛真济啊。哦，这个外国的这个使节。比来到咱一个国家访问，即足济因素。除了自己个国家富强以外，两国个现实交邦交好佮歹嘛有一个关键。就讲咱来无经历遐宣传，除了讲咱真正平常理足通个，啊足分析互人听足有个，哦。一个以外，啊，甲咱平常，啊，一个经理甲一个经理甲帮交，大家做伙的关系，嘛有关系就对了。当然，私信是吼清明外交的礼仪，也极为重要。咱出去人，爱足了解讲，即个咱做一个江苏的即个礼仪，哦，这嘛足重要，这嘛足重要。在咱道中，我感觉讲，哪像有不足的所在，哦，有迄个无得当得讲这物件，这还蛮足重要，喏，一个人才，你一定要有学，一个境界，你搭迄个身份，搭谈得落来，哦，嘛讲得转来，你迄个身份咱该尊重伊，何德何职一旦有失礼。甚至失态，那不但是个人的体育，也是国家的体育。咱呢，一个人若失礼，啊，佮这个心态，哦，无表示无出来，哦，那唔达到你个人的体育，嘛是这个国家的体育，嘛是讲啊，伊个人才拢无得教。你甲看哪一个讲话的行动，那亲像拢无一丝完整哦。而孔夫子呢，而孔圣人呢，就精通当时的外交礼节。孔圣人呢，对这外交的礼节，就拢足精通的，足了解，所以处处拢做得哦，做得吸足气氛哦。孔圣人呢，
伊伫即对即外口咧，即逐项做甲拢足适合的，哦，所以只能慢慢啊，买研究，慢慢来研究，让咱这个请别位的即个经验的人家先转，咱咪使个看，啊咪使研究，哦，啊用伊个比例咱个人即个情形安怎样，哦，即个足重要。过来第六章。君子不立坎作石，君子不立坎作石，孔子不立为石虎，孔子不立为石虎，董叔进脾气，董叔进脾气，必表而出之，必表而出之，足以高求，足以高求。所以野球，所以野球，风以火球，风以火球，色球中，色球中，断油麦，断油麦，何灭之火以机，何灭之火以机，气伤无所悔，气伤无所不悔，非为常，非为常，必采之。必采之。高求显冠不离调。高求显冠不离调。节月必调复二调。节月必调复二调。即种吼，可能有一半句啊，音无调调啊，音调无合适。啊，即个控制是上不无平常，伊在即个专门在讲伊平常在穿的衫。哦，孔子是上不用深青，深青的这个大青色，或者碧乌色的衫裤，裙边，较早的拢穿衫裤拢裙边啊吼。啊，伊呢，伊就好深深青，啊带有迄个青色的，哦，佮有碧乌的色，伊有来用这来做裙边啊。也不用红色甲紫色做平常家己所穿的一个便服啦。夏天暑热的时阵，上穿着的真细真细嫩的只呢，较粗的夹布制成的单衣，但一定先穿一件内衫内衣。把细甲粗的夹布，伊夹布伊穿在外面，哈、哦，所以定是说是讲，外出的时阵一定穿一件上衣，是夹布，夹布伊在外面，哈、哦。冬天外面乌色，哦，穿乌色的上衣，内面配乌色的小羊皮。袍的袍啊，袍子啊，外面穿白色的上衣，内面配白色的小鹿皮、小鹿皮的这个袍子啊。外面穿黄色的上衣，内面配黄色的虎皮的袍子啊。这是控制一边上穿衫裤的这个情形啊，这个情形。所以咱。道中在穿的衫裤，咱真呢，咱真那亲像拢无衫规定啊，除了在开发以外，嘛无啥规定啊。伊家穿的皮衫，哦，皮衣做得比较较长，目的就穿较少嘞，哦，右边。